日，热播剧《克拉恋人》的女主唐嫣深陷傻白甜角色无法自拔，换汤不换药的相似地位让她的主角光环暗淡。剧中的女二号迪丽热巴神经病一样的角色演绎让观众耳目一新，尤其是超越主角唐嫣。在电视剧中，迪丽热巴饰演的模特也是女星，长得美丽，身材火辣，连性格也是那么的可圈可点，十分讨喜。干啥呀？你拉我回来干嘛？我还没打够呢。上车。怎么说你？你这个都解气吗？你都跟别人动手了，你还想怎么着？因为是我想打的呀。那我刚才一直跟你使眼色，一直这样，你看不懂啊？我看懂你，让我上啊！人前女神，人后女神经，这样无缝衔接、毫无做作的痕迹，让人立马联想到了在《来自星星的你》中全智贤版本的千颂伊，有着女神的颜，却靠着女神经的气质走红，连自恋程度都和千颂伊别无二致。平时给的二五八万的她，遇到喜欢的人立马变怂，网友直呼反差萌的不行不行的。中国版千颂伊的话题也被喜欢迪丽热巴的网友刷上微博热搜，也就是中心刷爆到。